还介绍刚刚介绍那个灯芯绒的那个粉红色点点的洋装，其实像我穿的话还很有空间呢、欸。我平常这里很容易挤，所以其实这件的话其实都还有空间。嗯，然后这里也是，我觉得肚子大一点的话，可能就要搭内搭裤。嗯，可是现在的话，我是可以直接单穿的。我瞧一下哦，因为你有点太边边了。对，好，这样子。那我站过来一点。OK， 好。然后这一件它也是哺乳衣，它是拉链的哺乳，我开给你们看。对，这样子。雨晴牺牲了。对，我里面没有穿。直接拉给你我看了。对。然后旁边另外一件可以让你拉。它只有一个颜色，对，没关系，我这样拉远一点。它是这样直接上下拉，然后两边都有拉链的。然后它这边呢是侧边的绑带，这里绑带的设计，然后是灯芯绒的，还蛮挺的，所以穿起来会比较修饰身形。好，然后我可以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吗？65公分一定可以哦，因为雨晴现在是58。不是我65，你65哦，那可以啊，因为你看雨晴也都65公斤，想要飞翔65一定可以穿的、哦。可以可以，然后我的身高长度是膝盖上5公分左右，所以单穿是很 OK， 很 OK。对，可是我就建议，如果肚子大一点，可能就要搭个内搭裤，内搭裤因为会比较短。对对 对，大家对这件还有问题吗？而且它这里啊，对，忘记说。领子的地方它是做这种荷叶领的，就是有一点小心机，还蛮可爱的。但我觉得这件好可爱，對啊、而且你不讲都没有人会发现，真的是一件哺乳衣。真的，它这个超隐形的，这样看也看不出来。嗯，好。对，这个高一点的，高一点的可能会高一点的也不行了。对，这个可能没办法。